现在这里是惠生农场的路口，我们车子大家在那边买门票，要准备进入发布车。木瓜双载哦，漂亮，双载哦，骑我们的平车 Honda 白鸟，水哦，现在啄木鸟帮捕手大哥的车子骑上来。
现在年轻美丽的木瓜嫂，用她双腿慢慢过了瀑布，真是漂亮。现在是我们捕手，哎，
这里就是传说中北港溪温泉，这么天然的温泉就从山壁上下来，你看。在北港溪，还有香肠，乌桥牌。鸟族从台北下的香肠粿，对，香肠，哦，好吃嘞，健美香肠粿，都打，毛巾够天然的味道，都打，我刚才在都无衰，现在换我们啄木鸟，大厨要准备做最好的哥伦比亚咖啡。来吃鸟族的，一人饮一杯，大家回去拼拼球，欧布洛拼拼球。睡睡睡睡。哦，站站站站。